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奇摩的订单，那来自于桃园平镇的廖先生，跟我们订购了这把 Stiga 最新的北极木五夹。那它搭配的胶皮是正手要狂飙350的黑色，然后反手是最新东尼克的 R1 钢配反手的部分。那这支北极木五夹算是五夹的结构，那它表面就是面材，就是用最特殊那种北极木，那立材也是一样用银杉木，所以以五夹来讲算是力量蛮够的，就很像那种五夹的手感，但是力量呢 有接近七夹那种威力。那我们准备开始上胶。OK， 那我们稍微等胶水干一下，然后我要重新用过来，那我们准备粘贴正手的部分。OK， 那我们等胶水干一下，然后我们准备粘贴反手的部分。那这一支原本廖先生也是蛮担心重量的部分的话，五夹整体单是182，还算蛮轻的。那它上面 R1 这一张，它上面这个胶膜它是比较厚、比较厚实的那一种，比较硬的这种，那它重量会比较重。如果整体弄下来，应该差不多接近180，还可以。如果以五夹拍来讲，算 OK 的。那我们准备贴护边。拍肩的部分稍微帮您修一下。
对，感谢。